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1954年的春天，山东沂南县北寨村的老乡在村边的一个大土堆取土盖房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墓。随即，当地文物考古队对古墓进行了发掘，一个宏大而又豪华的古墓出现在了考古专家的眼前。这座古墓虽历经千年，仍旧保存完好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墓室四壁刻满了石刻画像。经考古专家认定，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规模最大的画像石墓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北寨汉墓。北寨汉墓，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。北寨汉墓的石刻画像雕工极尽精研细致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汉画像石墓。北寨汉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，大墓坐北朝南，全部用玉制石材铸成，分为前室、中室、后室和侧室，总面积为88.2平方米，共用石材280块。其中画像石42块，画像73幅，画像面积达44.2平方米。这些石像刻有昭仪、五岳、战争等画像，代表了当时绘画雕刻艺术的较高水平。从墓中出现的画像石来看，北寨汉墓可谓是极尽奢华。然而北寨汉墓却没有发现墓志铭，甚至所有陪葬品、棺椁、尸骸都被盗掘一空，因此墓室石墙上的画像便成为研究这座墓葬的唯一线索。在整块石头上雕刻画像是汉代贵族盛行的墓葬装饰方法，但是年代的早晚不同，雕刻的技法也稍有区别。专家发现，工匠在墓室顶板上采用了高浮雕的技法，这是一种把花纹高高突出底面的刻法，这种工艺只在东汉末年的文物上见到过。于是专家初步推断，这座墓室建造于东汉时期。由于没有其他关于古墓的线索，为了保护古墓，考古人员在发掘不久后就用沙土回填了墓室。直到40年后的1994年，考古部门在古墓东南方向20米又发现了一座墓葬，它和先前发掘的古墓有着相同的结构。由此专家推测，他们应该属于同一家族的墓葬。在新发现的墓葬当中，专家们发现了散落一地的汉代五铢钱，其中一枚小个头的简轮五铢钱是东汉末年才开始流通的货币，这让专家们确认二号墓的修建年代与一号墓同样为东汉时期。新发现的二号墓尽管确认了北寨古墓的修建年代，但北寨古墓还有很多的疑问没有揭开。在北寨汉墓的一号墓中，毫不避讳地运用了龙的形象作为装饰，中式八角擎天柱的上方倒悬着一条龙，龙身和横梁是由一整块石头透雕而成的，龙身上有羽翼，有鳞片，张开的嘴中还能隐隐看出朱砂染过的红色，气势雍容。墓内有着左右相邻的两个后室，显然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，男左女右的合葬形式在东汉时期已成为定制。可是墓室的壁画表明，这座墓葬竟是女左男右，而且女主人的墓室也比男主人的墓室宽出了1厘米。专家推测，这座墓葬的女主人应该是一位皇室公主，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墓室规格才能高于她的丈夫，同时也能解释墓中为何会出现龙形的装饰。为了得到墓主人身份的信息，专家们对古墓的石刻画像进行了研究。一幅刻在古墓门楣上的画像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，画像中翻山越岭而来的胡人，眼眶深凹，鼻梁高挺，身上穿着短装，头戴胡人特有的皮帽，他们手拿弓箭，似乎要抢弓过桥，而另一方汉人毫不示弱，手执兵器予以坚决反击，督战的将军坐于战车之上挥师冲杀。专家推测，画像中这位曾经带兵驱逐过胡人的将军
就是古墓的主人。根据北寨汉墓的种种迹象，人们拼凑出一幅消失已久的图景。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皇室公主和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很可能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大将军，曾在驱逐胡人的战争当中立下过汗马功劳。那么这些推测是否准确？北寨汉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？北寨汉墓所在的沂南县史称阳都，一位出生在当地的贵族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中，他的名字叫福湛，他是唯一被东汉皇帝两次封侯的人，显然具有在沂南修建这样一座宏大墓葬的财力。公元25年，东汉建立，福湛得到皇帝的特别宠爱，官运一路亨通，每逢皇帝亲征都让他代管朝中的事务。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，让福湛敢于使用皇家专用的龙门来装饰自己死后的居所。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福湛曾率兵出征，平定叛乱，大获全胜。这证明福湛不仅是一位文官，还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，这也与墓室石刻画像中的情形相符。公元27年，福湛被封为阳都侯，但就在3年后被贬往今天的青岛崂山一带，跌落至人生的最低谷。公元37年，皇帝决定再次重用福湛，但不料福湛在赴任路上因中暑而病逝，由此也不排除这是福湛衣冠冢的可能性。专家猜测，正是因为墓主人客死途中，仓促间无暇准备，又不愿提及被贬的经历，因此才让墓葬没有留下墓志铭。墓主人是福湛的推测，目前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认同，但仍有一些疑点有待合理的解释。在北寨村的黄土之下，仍旧隐藏着另外4座墓葬，他们与已经挖掘的1、2号墓共同组成了一个家族墓葬群。这个2000年前的神秘家族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最终的谜底也许要等到另外4座墓葬发掘之后才能破解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@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它是一片沉睡已久的古老墓群，历经几代君王，宏大的王陵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？悠久的历史，独特的建筑，历经2000年的风雨侵蚀，曾经的恢弘陵寝依然有迹可循。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赵王陵。